这次风台大雨，那来向乌麻川七邻的这几户民天，水拢淹到厝内，脚头有悬，连门口埕的水嘛拢未退。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，拢在脚水，因为积水根本消无路，脚忝嘛只好坐咧看电视，非常的无奈。哦，大概第七邻才着拢会。哎，这拢这三户大概都拢规个拢水啊。啊，你头前这嘛算恁的埕？头前嘛是啦。因为每一处的风台水拢淹到规处江，除了造成家具财产严重损失，连餐盘吊装嘛拢淹了了。这位高龄的老太太想起委屈，靠你骂政府真无责任，水患拢无解决。你几点就爬起来卡水啊？四点半都刚爬起。啊，那你讲我咧练目屎哦，足艰苦的哦。足艰苦的，唔敢看我，迄地我拢擦老干的，你敢知？哎。啊！菜唔着拢水淹去啊！拢水淹咧，拢迄落流来咧。啊，咱这逐届拢会安尼哦。旧年嘛安尼。啊，政府拢较大。拢唔做。拢唔做安尼吼。拢唔做咩？另外来到附近的这位木瓜园，满园拢淹水，水的宽度淹到街边。农民表示，园内规排规排的木瓜，月底就会当收成。这处严重来浸水，损失恐惊会超过百万。今麦浸下，了嘛吼，会去就水分啊，啊水分了烂呀。十多年来，这个区域只要风台大雨就会淹水，尤其是赤庄中排沿线的农田、果园、米路，村民怀疑是不是排水系统的设计有问题。因为这个所在，咱家用一个九十度，等下过一个九十度，所以水呐大先对才出来，对才出来，咱这唔呐丢田，拢都会淹水。包括咱旧埔内底五六十户拢上淹水，两个屋角水伊无在排出来，所以一直无救得，就是水就排袂出来，一直溢出溢出就是，伊做水在了，为着源头来。到底是雨量伤过大，还是排水系统设计影响到水流的畅通？有待相关单位甲专家来进一步了解原因。村民希望一再淹水的问题，会当有解决的一天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